只有死才能亲眼目睹战争的终结，可我们的职责却是要活着彻底终结战。
Hello, Danny. Welcome home. Thank you. Bonjour. How are you doing? How's your jet lag? I'm fine. What's going on? Boss has a new instruction. Your vacation has been ended early. What? You caused too many problems this time. You're in trouble. I don't want to see his face.Book a ticket for me. I want to go to Hawaii and relax. Aloha, ha, aloha, ha. Sorry. Go ahead, please. Well.老大，真巧，我正要找你呢。走。嗨，冷玲，向大家汇报一下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是。哇，酷啊！无忧，哎，你要认真听啊。两天前，中东王室的小女儿在度假时突然被劫持，这是当时的监控录像拍摄到的画面。此人代号黑星，国际在逃通缉犯，真实姓名不详，国籍不详，多起恐怖事件的策划者，心狠手辣且行踪诡异。他最有代表性的一次恐怖袭击，莫过于3年前受雇于非洲某国反政府武装进行的种族大清洗。公主被绑架后，中东王室收到黑星发来的恐吓视频，黑星在视频中向中东王室索要1亿美元的高额赎金，并声称7日之内必须到账。否则公主将性命难保。目前有消息称，此次绑架事件与中东王室在几天前颁布的石油出口限令有关，具体情况还需要我们继续调查。这次中东王室选择我们狼群来营救公主，是因为看中了我们的专业性。这么多年来，狼群处理的各大突发事件没有过一次失误，但是这次我们的对手极其强大。武幽，哎，你是我的得力干将，这次的行动我交给你来负责，不要让我失望。老大，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The last flight will departure in 4 hours. I will arrange a helicopter for you so you can get to the airport as fast as possible.我们已经安排了当地的线人接应你，他会安排你接下来的行动。Will，这次的行动直接关系到我们狼群在中东地区的形象。我限你3日内找到公主，否则你就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老大，你每次对白都是一样的，你闷不闷呢？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行，等我好消息，拜拜。
回到啦。嗯，啊，到了。哎，不用找了。谢谢，好人，一生平安。拜拜。啊？怎么约在这个地方见面？喂喂，别走，喂！Table. That's how you remember it. That's how I remember it. Yeah, dipping to the liquor store. Nine in my khakis, crip trying to get at me. My red Impala bumping like acne. My city entrapped me. Been shot, robbed, stabbed, chased home, socked out, jabbed by SA's cops. Degenerate niggas with rags, disintegrate niggas with enemy. Dome shots like Kennedy. Slugs stripping with Hennessy. Got murderous tendencies. One beer. Wolf? Yeah, Wolf. STOLT? S?What? 欢迎光临哈来。喂，娜娜，看你龙马晶晶。Go, go, brother！ 喂，东塔视频，喂，霍勇，总算把你盼来了，走，那边去收。唐宋代号熊猫，自己人，安啦，走啦，终于来了，坐，坐，这里是整个唐人街最大的酒吧，如果不是 VIP 会员的话，根本不会有这么好的位置。已经上膛了。你的枪？我不用枪，我靠的是这里。哎，你怎么会安排在这里见面？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叫做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好，那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安排啊，安啦，当然有安排啦。什么马萨基呀、啊、帝王浴呀、啊，应有尽有了。开玩笑啦，你看你这么认真。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明天上午十点，水厂市长安排了线人见面。好，那我先回去了。把酒店地址给我。哎。着什么急呀、啊？坐坐再走嘛，来都来了，坐坐坐坐。我还要给你个惊喜呢，等着。Mario， 两杯蓝色夏威夷。喂，跟你说话呢，玩什么呢？玩。森哥。哇，好亮啊！都是好朋友了。嗯，好朋友，我们也是好朋友啊。安啦、哎、你小子艳福不浅嘛。副寮里面的美女都很主动呢、啊。还很主动啊。来、哎、来来来来来来。跟我也当一个。OK。算了，还是下回吧。啊，先喝酒。OK。
酒来了。蓝色夏威夷，尝尝，怎么样？不错吧？还行。还行就是不错啦。对了，你的中文名叫唐宋，很奇怪啊，怎么起的？奇怪吗？唐宋，就是唐宋元明清那个唐宋。其实呢，我虽然不是在中国长大，但是我从小就非常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哎，这次任务结束以后，你一定要带我去中国，你要给我做那个导游，怎么样？哎、啊，我来做导游 啊？你真的选错人了。哎，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去了。哎，对了，你说你没有去过中国，那你的中国话怎么说的那么溜？其实我的前女友是华裔。我就猜到这个酒一点味道都没有。换酒，我去换酒，等着。好，知道了，还有什么问题随时向我汇报。嗯，好。干爹，这种事情交给外面的人去做，我总是不太放心。你是在埋怨我这件事情为什么不交给你去做吧？不是，我怎么敢怨干爹呢？这种事情交给外人去做，做得更干净。你知道这些年我的事业为什么一帆风顺吗？就是因为我做事小心谨慎。你他妈是不是？住手！说吧，找什么事儿？我听说最近有个叫唐宋的人一直在调查公主被绑架的事情，你处理一下。事成之后，除了你该得的，我再给你300万美金。这可是你说的成交。已经过了5分钟，我会有什么问题吗？安了，我办事你放心了，人一会儿就来了。哎 ，brother， 来来来了，我先跟他沟通一下，你待会儿再过来啊。
这条线索非常重要，我现在出去引开他们的注意力。你带着线索，赶紧走。他们火力那么猛，你现在出去的话会没命的。安了，这里路我熟悉，他们抓不到我。别忘了，你还要带我去中国给我做导游呢。
身手不错嘛。黑星，人手啊？那我们做个朋友怎么样？啊？你是在拒绝我是吗？你拒绝我，你会死得很惨的。你吓唬我？谁怕谁呀？来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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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呀！来！他是你的朋友是吧？喂，你不冲着我来吗？你放了他，我过去。你很讲义气吗？可是他今天必须得死。喂，现在该轮到你了。这么点小事，你们闹得鸡飞狗跳的，你们那帮人是饭桶吗？我说过多少次，暗杀，暗杀，你懂吗？啊！你们都这么大动静，难道是想让我早点暴露吗？你他妈是不想活了，对吧？坤卡先生，虽然是你花钱请的我，但是我想跟你说一声，我跟你身边养的这些狗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学会相互尊重，因为有的时候我他妈都害怕我自己。还有你，我最讨厌别人拿枪指着我的头。你会死得很难看的。啊，对了，你让我杀的人我已经杀了，希望剩下的钱赶紧给我打过来。干爹，你说这小子太他妈嚣张了，用不用找人教训教训他？啊，现在一切都要以他去为重。明天的事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安排好了，您放心吧，干爹。好。喂，这么说你在跟踪我？你来到我们的国家，搞了那么大的动静，你还来质问我吗？轻点啊。好。
你要知道，我并不是在跟踪你，而是在跟踪你的同伴。你在跟踪唐宋？我了解到他最近一直在调查人质的下落，就决定跟踪他，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收获。没想到，听着无忧，你现在的情况真的很不乐观。你要知道，在这里，就凭你一个人，是根本没办法对付黑心的。你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做情报工作的又不是只有你们。现在。果然是他。谁呀？国安局的副部长宋帕。看来我的怀疑没错。他们都拿提把卖的哇！哎，有什么不能信赖的，控管他们。看来他。昆沙是谁？昆沙是能源大亨昆卡的干儿子，他们来这里做什么？能干什么？反正绝对不是做什么慈善活动的。买这个在哪里？还给别人帮。弄这熟的土呢，可以泡沫汤解决的。เอกสารเนี่ยนะผ่านการตรวจสอบจากสำนักงาน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แห่งชาติเรียบร้อยไม่มีปัญหาแน่นอนรอให้วิกฤตผ่านไปก่อนลุงกับพ่อมันทำแกเนี่ยมีงานใหญ่ที่ต้องทำมากนั่นมันแน่นอนเห็นนะครับลุงไปสิบล้านดอลลาร์สหรัฐพงจะถงเข้าบัญชี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ของน้องแล้วล่ะครับคนหนุ่มเนี่ยทำอะไรก็รวดเร็วมี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ลงก็ชมกันไปยังไงเนี่ยตั้งใจทำงานนะลงไปก่อนเดี๋ยวก่อนครับพี่เล็กพ่อบนนั้นผมครับลงก็รู้จักกันมานานกบายของน้องคอนนี้ไม่รู้ว่าเมื่อไรจะตายเจอกันนี่ฉะนั้นก็จะกันพ่อจะกำชับอะไรหนุนสักหน่อยคุณขามาเหรอใ
ใช่ทางนี้ครับมีเหล็กล่ะลุงก็รู้ว่าพ่อผมไม่ชอบไปกอบคนแปลกหน้าเอ๊ะรออยู่นี่还行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对不起，干爹。伤得怎么样？啊？没什么大碍。都他妈说你拳头准备好了，这他妈交拳就准备好了吗？啊！宋画现在跑了。宋画知道的太多了。我要举办一个慈善酒会，把那个女人卖给欧洲人。这样我们才能安全。欧洲人，中东王室给的赎金不是更高吗？住嘴！这里由我做主，还轮不到你掺和。我们两次行动都失败了，究竟是谁插了一手？你查清楚没有？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请您尊重我，请您尊重我。滚！马上给我滚！
坤坤先生，你会为你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的。 ฉันยินดีเงินแกไปครึ่งหนึ่งเอาวกังบับบอกนี่ไปใช้นายสันก็แล้วกันลีน่าเธอแกเป็นลูกน้องที่เก่งที่สุดของฉันฉันสามารถให้เธอกลับไปทำงานที่กองสำนักงาน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ชาติได้นะลีน่าฉันบินไปแล้วอึ้งตาฉันกุมไม่ให้ที่จะละไปลีน่าฉันขอร้องไปยังไม่เจอฉันใช้ไม่ได้ <笑>拜占，拜占，绝不能拜占，拜占，拜占，拜占。在，在。好，昆卡的能源公司会在明天举办一个慈善酒会，我怀疑他们会在酒会上转移公主，我们要去看一下。 怎么了？你不觉得你应该解释点什么吗？你知道这个改装车厂是怎么来的吗？你对这些改装车感兴趣呗？这是我父亲的店。 10年前，我母亲因为目睹了一场毒品交易，被毒贩杀害了。当时的很多证据都指向当地的一个毒枭，但是因为他有权有势，最终他还是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我父亲是一名警察。 选择退出。那你为什么还要调查这件事？这改装车厂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是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蒙着双眼活在这个世界里，可真相就摆在我们眼前。我做不到对他视而不见。既然我有这个能力， 我就要查个水落石出。换做我父亲，他也一定会这么做。你父亲如果能看到这一切，他一定会很欣慰的。
把这些话说出来感觉好多了。来，为你父亲喝一杯。明天的行动只有我们两个，有信心吗？我们手上什么都没有，哪来的信心？哇！奥图帕兹，一杯不时之需。哇 ，M60，这个刺激。随便拿。我就喜欢这一件。哎，昆卡这个老家伙肯定很高兴。我现在充满信心了。Can one guy be? I kissed her and she kissed me. Like the fella once said, ain't that a kick in the head? The room was completely black. 高总，你好，好久不见，你怎么样呢？我还行啊，最近还算挺好。不好意思。么么哒，在吗？看来江总的生意很忙哦。哪里哪里，晚上约了一些姑娘出去玩。真的吗？哇，腐流。是的，张总，这个软件上面的美女很多呀，而且都很主动。你花钱越多，和你搭上的姑娘就越多。像您这样的土豪，身边的美女肯定是群风环绕，彩蝶飞舞啊。下载一个玩玩吧。嗨，米勒！啊，昆卡 ，Mr. 昆卡。Long time no see. Yeah, long time no see. Please. Yeah. I heard Mr. Kunka has a treasure. I wonder if I can have the pleasure today.那个 Miller 应该就是来接头的，公主很可能就被藏在附近。我先去打探一下位置。ทางนี้ห้ามผ่านจะไปไหนครับห้องน้ำอยู่ไหมคะห้องน้ำอยู่ทางโน้นขอบคุณค่ะ别说二层西层安保森严公主应该就被藏在那里收到我去看看你继续观察
白，老白溜溜。别怕，干爹让我来照顾你的。他现在终于明白，谁才是自己人了。哎，别怕，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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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嘘，嘘，闭嘴。就这么把你交给欧主任，这让他们占了大便宜。你他妈想造反啊？干嘛？这笔钱我赚。我说过你会死得很难看的。好像出了问题，坤卡离开救火现场了。黑心杀死了坤沙，我可以全力配合你们，但是我要黑心死。你是个犯人，没有资格跟我们讲条件。坤卡交给你了，我去追黑星。嘿，小心一点。我们又见面了。
一切都结束了。恢复的不错嘛，那小妞给你吃了什么药啊？趴下！我真的搞不懂你们这些人，感觉自己可以拯救世界，我想问问你们到底改变了什么？杨志阳，你放了我，赎金分你一半。站好！别说那么多废话。有什么话留在监狱里面再说吧。疯子，对不起，你说什么？我们不是在拯救世界，只是想让它变得更美好。我是唐宋，戴好熊猫，自己人，安了。你很讲义气吗？可是他今天必须得。既然我们的目标一致，为什么不可以联手合作呢？你父亲如果能看到这一切，他一定会很欣慰的。小心一点。无忧，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在执行其他任务了。在你昏迷的这段时间里，我把你接回我的家中，并把公主安全地保护起来。对于国安局来说，他们不会承认你所做的一切，但对于我来说，你是一位英雄。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见面。对了，我搞到了一张照片，我想你应该尽快看一下。
信心，男孩纵横四海，不忘初心，奔赴生命的赌局，为罪恶送葬是我牢记的使命。